透视易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禅宗说卦的实例解剖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普罗鸟和盘家鸟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有两块大石头被村民当作普罗鸟，方便人和马车经过。有一天，这两块石头在开港的时候，分别说到自己身为普罗鸟的心得感受。第一块石头一边吐大气，一边说，咱作为普罗鸟，每一天都要让别人踏在脚底，不但要承受那么大的痛苦，一世人也无法有任何的大成就，实在是又可怜又个无意思。第二块石头无同意伊的想法，伊家回应：可是为别人铺平道路，予大家拢会当顺利安全经过，这是咱的责任吗？第一块石头生气讲：虽然这是咱的任务无唔对，但是咱为着大家承受这么多，付出这么多，根本都无人会记得咱，更加卖讲感谢咱啦。身为普罗鸟，不但要忍受风吹日晒，大雨来的时阵，也要浸伫个水内面，环境非常的艰苦。但是第二块石头也是为家己的工作感觉真骄傲。伊问第一块石头讲：“敢讲为别人做代志了，就一定要被对方记掉的，或者是感谢吗？”第一块石头气氛改反驳。那是别人根本都不知道咱有多人的辛苦，为因牺牲付出这么多，咱所做的一切又搁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第二块石头讲不过第一块石头，所以只好点点啊无回应。后来第一块石头愈想愈不甘愿，伊为着要让大家会当家己记掉的，伊故意将其中一边甲翘起来，因为这条路每一天经过的人甲车真多。自从这块石头翘起来以后，有真侪人无小心踢到伊受伤啊，嘛有真侪马车差一点啊就变过去。渐渐啊，大家开始非常讨厌这块石头，将伊看作是又苦又个人玩的盘家石。有一天，一个工人经过这条路的时阵，无注意到路无平，摔倒流血啊！工人非常的生气，就拿起伊的工具，将这块石头甲挖起来，然后弹到上边啊。第二块石头看到第一块石头变成一块无路用嘛无人关心的烂石头，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慨。如果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成功，也是在替自己累积善缘，帮助自己，让自己离成功愈来愈近。有人捌讲过，如果你惊别人比自己较成功，那安尼你永远嘛无可能成功。如果你嫉妒别人的成就，那安尼你嘛无可能有好成就。做普罗鸟虽然辛苦，甚至要面对更多的挑战，但是帮助别人的同时，也是在帮助咱自己。每一个人都无法度只靠自己的力量，就走到上高的所在。所以咱应该要互相做对方的普罗鸟，做对方得到好的成就，千万不能成为人人讨厌的盘家鸟。第一，先准备三个古董钱，也是一般的银角啊。图案那边代表阳，文字那边代表阴。先调整家己的呼吸，和家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。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，在心中默念今仔日的月令日期，然后拜请拜请福气。文王甲周公，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代志，会吉凶好歹。
刷下来腰当手中的钱，将钱轻轻弹到桌顶，右下往上记录你搬出来的人的阴阳。当你清洗完内卦，也就是下卦的三个爻以后，爱搁再默念一摆，你想要占门的代志，继续搬出三个爻，完成外卦，也就是上卦的三个爻。补充说明，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，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，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，也是农民历。举例说明，国历111年3月18日，伊的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己午日。第三，确定好日期。刷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吹出来。日期是由10天干加12地支组成的，两个一组配对，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，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。比如讲，卜卦东江是己午日，咱将天干加地支拢配好了后，会发现戌甲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，所以是空蒙戌亥。第四，咱咧记录爻的阴阳的时阵，爱记住以少的为主。譬如讲，三个钱当中是一阳两阴，也就是一土两日，咱就爱记作少阳。如果拔出来的结果是一阴两阳，也就是一日两度的话，就要记作孝音。如果三个钱的结果都是同样的，就要特别做记号，因为这代表有变卦。三个钱都是日，就是老阴，都是度，就是老阳。在变卦以后，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孝音，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孝阳。在装六亲之前，咱要先学会向装地基。装地基的原则很简单，就是阳卦装阳地基，阴卦装阴地基。阳卦为乾、震、坎、震，阴卦是坤、兑、离、巽。阳地基为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，阴地基为丑、卯、子、未、酉、亥。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在装阳地基的时阵，要对顺时针的方向，因为子是乾阳之数，所以要照着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这款的顺序来装。但是在装阴地基的时阵，因为米是坤阴之数，所以爱对历时针的方向，照着米、子、卯、丑、亥、酉的顺序来装。对初爻开始，顺序由下往上，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。会记得咱有讲过，十二地支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，对右下角顺时针来看，亥子为水，寅卯为木，子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其他的丑、辰、未、戌拢是土。葫芦84000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歌，会当有非常多的面料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过一道的阻碍，会让咱以为家己输了了生活，其实咱只不过是输了迄个着急、惊吓、甲忧愁的家己尔。人生中处处拢是选择，快乐的过嘛是一天，痛苦的过嘛同款是一天。所以当咱碰到问题的时阵，绝对唔通逃避，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，
想办法来改变对咱不利的局面，才是正道。今仔日，咱就要用各种无同款的主题来甲大家介绍一挂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，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八卦推算出问题的答案，以及如何将咱捌学过的解卦的技巧实际运用伫生活当中。这句话是黄小姐要问有心的状况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虽然黄小姐已经有心了，但是这个囡仔恐惊是保不掉啊。八卦日期是癸子年辛酉月壬辰日，可能是五米。黄小姐卜到的卦是水泽者当日熬变水的遁。最近这段时间，黄小姐常爱感觉真想要睏，而且闻到食物的味都会想要吐，加上伊的胸部也会胀痛，所以伊就嫌弃伊家己有心啊。但是家己验，结果煞是一条线，表示伊并无有心，而且伊本来的生理期都真无准，所以先生就讲，某可能是伊最近伤过忝，才会出现身体无爽快的征兆。黄小姐先去看妇产科，但是检查出来伊并无有心。不过医生讲，某可能是因为有心的时间伤过短，才会验未出来，建议伊搁等两礼拜才来。隔天，黄小姐伫个便所的时阵，发现伊的裤顶端有沾到一点啊血。虽然有可能是伊的生理期来啊，但是黄小姐讲袂出来，伊就是非常的紧张，而且心里感觉真不安，担心万一伊若真正有心，是囡仔有问题要安怎？因此，伊才会希望先透过八卦来知影伊到底敢有心。问有心生产的问题，用心看子孙，然后坐用心麻木的子孙。当阴木的子孙化替神，用神的子孙当生细伢的车载，代表黄小姐确定是有神啊。但是因为用神麻木的子孙不但休求无根未破，而且也当化替神，所以黄小姐一胎长无孕，可能会流产。问有神的状况，那是当着未破或者是化替神。都是相当不利的卦象。细牛座忌火车财，伫个生产方面，财牛有三福的意思，所以车财休求阁无紧，就代表黄小姐有心的过程中会真无顺利。五牛属土的官鬼虽然对月休求，但是有日来福真旺，而且官鬼也甲日子辛属冲暗淡。五牛修神出土的官鬼，当合用神卯木的子孙，安尼卦象代表子孙被鬼合走去啊！啊，就是讲这胎会保不掉的意思。总结来讲，用神卯木的子孙当生细牛，忌讳车财，表示黄小姐有心啊。不过因为用神卯木的子孙不但未破，也当化替神。这对于有心的人来讲非常的不利，再加上五牛属土的官鬼日冲暗淡，加用神卯木的子孙卯属合，所以这个囡仔恐惊是无法度顺利出生啊。五行木的木伫个地支未用神卯木的子孙会入未土的木，因此推断未日是上界危险的时阵。后来根据黄小姐的说明，知影囡仔伫未日的时阵，确实是无心跳，必须爱切掉囡仔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，投资求财必得利。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港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：42274784，号名。是方法改基金会。这个卦是临时要问官司败诉的问题。
根据挂上的显示，是因为政绩无够充分的关系，所以才会败诉。包括的日期是己亥年庚午月丁亥日，空木是午暝。临时拨掉的卦是泽水坤当初爻变兑为泽。临时是一间公司的总经理，前一段时间伊收到国税局寄来税单，但是当时公司的账户内面的钱是要用来支付和厂商的贷款，未当动用，所以才会先用家己私人的钱先去缴税。后来公司的股东知影这件代志了，就摕银行簿啊出来对，发现当时公司的账户内面明明都有钱，而且公司欠的税当然是由公司家己来付，哪有可能会需要临时用伊私人的钱去缴税呢？所以公司的股东坚持是临时的讲白贼，讲临时是挪用公款来缴税。就算后来临时提出缴税证明来证明伊的清白，但是股东依然唔相信伊，因此临时才会决定要提告，请法官来裁定。一审的时阵，因临时提供的证据真充分，所以伊胜诉啊。但是因为公司的股东不服，坚持要上诉，所以要等到高等法院进行第二审。当时林生委托的律师认为这只是一个不到100万的小案件，而且因一审就已经赢，大部分二审也维持原来的判决。加上目前所有的证据拢对林生真有利，所以律师就非常的放心，对家己真有自信。后来在二审的结束的了后，林生收到判决书，知影伊被判败诉。而且这条钱嘛，特别回来啊！经过了解，伊才知影原来伊的律师并无出庭辩论，所以法院才判伊败诉。林生唔敢相信家己竟然的败诉，明明伊都有充分的证据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伊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这场的官司，伊为虾米会输。问官司的问题，用神看官鬼，细熬坐元神阴木的车载，动画用神智慧官鬼，在熬有日来生，而且车载动画用神官鬼化散，代表这场的官司会乎临时有财务上的损失。应熬代表对方，也就是公司的股东。应熬坐气神海水的子孙，子孙临吉神。子孙子无忧，表示形势对对方比较较有利，当然对方胜诉的几率就会比较较悬。官司方面，证据非常的重要。爸母朱文书有证据的含义，然后爸母王上就表示第一审的时阵，伊提供的证据充足，所以当胜诉。但是爸母也会当解释成律师，然后未妥的爸母。不但空梦，也甲月亮五花官鬼五味合，表示二审的时阵是因为律师的关系，因为律师并无出庭辩论，所以临时才会败诉。总结来讲，细熬阴木的车载，动画用神智慧官鬼化散，加上人熬的爸母空梦，表示临时是好心要替公司缴税。虽然证据充足，但是因为律师无出庭去辩论，所以才会因此败诉。一场赢赢棋，伊甲输，连钱嘛讨袂回来啊！这句话是张小姐要问感情的状况，八卦以后得到的结论是男方已经有新的交往对象了。建议张小姐也是早日放下这段感情比较好。八卦日期是辛丑年己亥月丙子日，空梦是辛酉。张小姐拨到的卦是水天师，张小姐是透过朋友的介绍，才熟在伊前一间的男朋友。因为男方伫台东咧做工，张小姐住伫高雄，所以平常因只会当透过电话来联络。但是只要一放假，
伊就会坐火车去台东陪伊男朋友，两个人的感情嘛非常的甜蜜甲稳定。交往无偌久，张小姐讲已经见过男方厝内面的人啊，而且男方的爸母嘛真喜欢。交往三年，因的感情一直拢真稳定。张小姐甲因身躯边的朋友嘛拢以为因会结婚。本来张小姐计划好，伊的生日要去台东，甲伊男朋友做伙过。虽然是伊的生日，但是不管是车票，也是饭店，伊拢已经订好啊。就伫要出发的前两天，伊接到男方的信息，讲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感受袂到家己对张小姐的爱意，伊希望因会当先分开一段时间。一开始，张小姐也以为是家己做了让伊无欢喜的代志，但是对方一直讲无，就只是对伊无感情。虽然因已经分手两个月啊，但是伊也是想要甲对方来复合，因此伊才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伊甲伊的前男朋友敢搁有缘分做伙。女性问感情，用心看官规。姓后者起身生金的子孙，子孙不但休求无金，又搁落空亡。因为子孙会克用神的官鬼，所以女性问感情的时阵，那是子孙起势，对阿未有结婚的人来讲，伊的感情真歹会有成就；对已经结婚的人来讲，伊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啊。应后代表张小姐的前男朋友。应后主水的车载王上又个林吉神，车载代表女性，表示男方已经有新的交往对象，所以伫短期间内，张小姐想要甲伊重新开始，基本上是无可能的啊。总结来讲，姓后姓金的子孙会去克用神的官鬼，代表这段感情已经结束啊。而且应后坐代表女性的车载。就表示对方已经有新对象啊！建议张小姐唔通搁再留恋，也是早日放下，赶紧将家己的心情调整过来，才会当走出失恋的痛苦。这句话是歌词，要问买车位的状况，挂挂以后得到的结论是被别人买走，加上主人。无意愿买卖予过世，所以成交的可能性真低。八卦日期是己亥年丁丑月戊午日，可能是主丑。过世八条的卦是天雷勿忘当初牛，加人牛变择地吹。过世因家已经有一台车，最近因太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，有伫咧考虑。阁买买一台车，但是因家的车位只有一个，加上恁家上近的公共停车场，至少嘛要走路十分钟才会到，所以个性才会想要开钱加买一个车位。伊探听到有另外一个住户，当初买两个车位，即马想要卖掉其中一个，个性一听，马上就联络对方，讲伊想要买。但是对方听完伊的出价了后，就讲伊要考虑一下啊。因此，个性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，伊敢会当顺利用80万的介绍买到车位。先来看姓后的部分，姓后五岁子孙林吉神，代表个性的心肝内非常想要买到这个车位，因为车位的成交除了要考虑到钱的部分。当然嘛，爱看车位主人的意愿，所以除了爱注意财牛以外，嘛爱看应牛肉身的变化。应牛主水的爸母同化未土的车载回头客，爸母休求无金空亡，日冲也同化月破，代表对方并无意愿要将车位卖予伊。应牛主水的爸母甲月龄抽土的车载合客。主抽合土克水，表示除了个性以外，还有别个人想要买这个车位。人牛属土的车载，但未土的车载化体型。车载虽然旺盛，又搁有吉来生，但是当化体型化破，
而且人老的车载却应老的爸母，表示是因为考试出的绩效无理想，所以对方才会无想要卖给伊。总结来讲，歌声播着的歌是天雷无妄，当变作地吹。本卦六冲，应老冲细熬，孙五冲代表伊无法度顺利买到这个车位，代表车位主人的应老，坐主水的爸母当弥陀的车载回头客，爸母当化客化破，又个红空蒙，表示对方未予伊的意愿无关。加上应老主水的爸母被月亮甲合照伊啊，所以车位会被别人买走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实例解剖，希望透过今仔日的解说，会当予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透过易经来替家己指引方向、解读疑问，走入易经的世界，了解卦的运用，掌握家己的命运，予你拥有幸福、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今仔日收看，咱下回再见。